大家好啊，我是古人。这一视频给大家带来这个蛋仔派对的一个游戏试玩啊。哎，我这面前怎么站了个园丁？第五人格与蛋仔派对前一阵子也是进行了一波联动，其中联动的就有这款园丁的皮肤。园丁在蛋仔派对里显得也是非常的可爱啊。哎呀，游戏开了，那我直接开始吧。这次我玩的是这个捉迷藏模式啊，有三个可以选择，两个模型，一个红绿灯。我肯定是要选这个最大的模型了，是不是？模型越大越好躲啊。来看一看躲在哪儿。哎呦，这时间有点紧啊，还有最后十秒钟。看一看啊，哎，这边有一个路灯，那前面还有红绿灯，那我就放这儿吧，好吧，就是在这儿吧。啊，这个是不是不对啊？这个红绿灯对的位置不对，我再转一下，再转。哎，不，人出来，人，完了，快跑！没看见，完了，啊，哦，可以，啊，没有看见，这都没有看见，可以，哦，差一点，我，哦，吓死我了，我刚心想快跑，我以为我在那转，你知道吧，当着他面前我在那转，我以为他看见我了，我的天，他吓死了，哦哟。看一看现在怎么办？哎呦，下次怎么还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？他还在丢，这怎么对着我来了？快走！退！ OK， 走了。OK， 他走了，我现在安全了。但是我一直待在这个泳池边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，这泳池边怎么会有一个路灯的存在呢？看着好违和啊，感觉真的就很容易被拆穿。看一看能不能再挪一下位置，快，没有人，快走，哦，没有看到，没有，他怎么直奔我来了？要干嘛？别，有红绿灯，那我还变红绿灯，我红绿灯变红绿灯会发生什么呀？我红绿灯变红绿灯，等一等啊，等闭眼 ，OK， 变，哎，哦，没变化 ，OK， 等一下，这个我感觉我得转一下，转 ，OK， 完美，好吧，完美，你看我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泳池边上有一个红绿灯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很合理，好吧。我认为很合理，让大家这个过来的时候要这个看到红灯要停啊，以免直接冲进泳池，是不是非常的合理？我认为非常的合理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并且这块也有一个人行横道啊，人行横道旁边有一个红绿灯，没有问题，非常的合理。来，咱们切换到这个相机模式来看一看这个抓捕者们都在干什么。好，他以为这个气垫是这个，躲藏者啊，哎，看一看，哦，他又在打这个气垫，他为什么感觉是气垫呢？好多的人在我这块啊，还有最后45秒钟，可不可以撑过去呢？哦，三个人在这块，他们疯狂丢附近的玩偶跟气垫啊，哎呦，刚刚这个雪球差一点砸到我。还有3秒，1秒，狂暴模式开启了。还有最后30秒，狂暴模式的时候，这些抓捕者他们可以疯狂丢雪球啊！只要雪球丢中我一下，我直接就死掉了，所以一定不能被丢中。但还好，我选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细的角色。还有最后15秒，来，15秒，走，15秒钟，哎，我跑，没有看到我。你没有看到我 ，OK， 漂亮，躲藏者胜利喽！这个模式也是非常有意思啊，捉迷藏是不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模式啊？蛋仔派对这个游戏的闯关玩法也是非常的好玩，非常的有意思啊！最近我也是来玩起了这个游戏啊，感觉非常的好玩啊！然后来躲一躲，是不是在这个闲暇之余，然后忙碌的这个一天里，然后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欢乐啊？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也是先给大家带来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给我一键3连，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